Zombie Apocalypse.所以待会你架一下之后，那个谁、欸，有没有聊到？有没有聊到？有没有人是那个踢一下？对面正门城墙上有炮兵、啊。刚才说我们这一队是那个、啊、后补的，要补上去的、啊。有后补的是中二王那一队。正门有炮兵，小风魔那队吗？欸、哦，他们有炮兵、哦。中二王的队伍才是后补、哦。OK。我这一队的有没有撩动？帮我遮一下、喔，拜托！紫色将军炮很贵。那个炮啊，美川，你冲上去吧，美川。炮记得架好啊、喔。哎、欸，那个撩动帮我架后面一点，拜托。塔莫咪玛斯，姐。哇，我们被那个大炮打回来哦、喔。对、啊。不会吧？不会吧？我靠，对面那个炮太强了。我家的炮。才打了三次就打掉了呗，我出去了，好浪费紫色炮啊！大奎哥，你先进后补，你先进后补，等美川走了，你就会直接进去了。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进了。然后那个中二王那一队的就直接排后补，先让大奎哥进，然后进了那一队排后补，这样。有人上去帮我们拆炮兵了，感动。然后反正就是按照我昨天的走，然后小队长记得思路清晰一点。然后我刚游戏断了，所以我现在没办法独战。Nanometer 打完下来，我没弹药了。他们上去帮我们扛炮兵啊，打完就下来，不要死掉。你那个阿俊，你的炮没有，就是拉回补给，然后马上出来。好。正门血剩一半哦，破口多少了？我的丁中要快要死了，但是那个城墙还没打爆。对啊，就是盾啊，盾有没有帮忙架？好了，我再找了。一二三，盾要保护近中、欸。那个炮嘞？炮嘞？不是打墙吗？谁打墙了？啊、有没有人架炮？将军炮要架、啊。怎么突然之间没有人架炮了？我直接在这里架了。嗯，打爆吗？我靠！有人下来了！吃掉他！OK， nice。侧门一组炮兵，正门一组发动机。哇！我的金钟年已经全死光了。哎，我的紫色漆被打掉了。那个还是没有打掉、欸。我们不要炸掉，留一点点血。算了。哎、啊，我还没有打那个金钟就死了。哎，我金钟也死了。破口已经开了。那个盾兵先等一下，先等队伍，先不要进，先卡边边。然后上面的那个炮兵，你们先拉到正面这边，先躲一下。先等后面的人把兵拉出来。太惨了！敌方外城门已被摧毁。哎，主城门怎么拆的？好了没？这兵补好了没？兵的补给。喂，怎么有人带马、啊？没死光了吗？这是谁啊？等一下，已经有人死掉了。我死掉了。B A B U S H K A， 那他就是那个打残就好了。OK， 集结好了没？集结好了没？侧门来了。好，阿信对，走喽，走空门。好了，将就，哎、欸，不要打。夜雨新的，你的盾往右边，其他的往左边，小道往楼梯那个方向去走。然后梯子的快爬了，梯子的爬，正面进去了。哎，这边左边的洞啊，破口左边的洞。哎，破口左边怎么都不动？在这边的人赶快动起来，往窄口去放了。
我要进来了。直接往左边，直接往左边。五辣点，五辣的进去的是谁？前线基地拿下来的话，谢马要帮忙。先不用，帮忙追击就可以了。把凯亚路那边乱。我靠！我也死了。哇、哦啊！他门太早开了，算了算了。别闪着，好凶啊！哎、欸，阿奇，退掉，退掉。往楼梯去挤，然后侧边的补给，侧边的光，这边的洞口先把人压进来。只有阿奇跟碰翻的去拖他们，因为他们是重甲。破口这边，破口这边挤人。我这一队的先去拆那个前线了。不行啊，车门，中文你先回去啊。哎、欸，碰看你破口挤人，破口挤人，尽量帮忙，破口挤进去，麻烦。要进去了吗？破口倒不进去啊！架炮，一定要架炮。欸、阿奇，欸、你带镜中对不对？你回去。我一开始说的炮怎么都没架？我们将军炮放交叉点啊！大龟过里带冲刺，然后等着。放辽东不到一半，那算了，不要。盾往前，哎、欸，我们先盾往前放了，盾窄口的盾就往前挤，不要放前面，然后右边的盾要放一个，放一组盾，一组进中往右边，那个五辣的是糟糕死了，切沙包，我已经截图了，反正到时候再给你处理就好。哎呦。我要进来了！准备阵型。碰杆，那个，我在队，兵都开始拉着。哎、欸，有骑兵哦，正门口有骑兵哦，小心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破口跟正面要一起进。破口人四个，五个正面。等一下，看到他们破口打进去，我们跟着进去点点。哎、欸，他们有人出来送了。这家伙是没病的，出来耗。准备阵型。他们破口推进去、欸。那个大盾、哦，一个大盾放破口，不，一个大盾放正门，一个大盾。他们正门比较薄弱，他们正门比较薄弱。好冲！那我冲进去哦。冲啊冲啊！进！直接压进去之后往右，然后往左，反正把你们这边框出来，然后器械架起来。进中进去就要马上往左右各平推。然后盾先进。盾往前，盾往前。好。然后。破口的死点压力，我死掉了。你今天就死掉掉了。等一下，你个流动入去先。你个中士入去，推隔篱嗰对中士。边啊嘛，我入去。你喺破口嘛系咪？系啊系啊，我踩住我对流动。啊！打破口，打中士，打中士，推中士，推中士。破口死点压力，破口施压。破阵，把那个中士打开。那个，现在备战没有，赶快来点备战。可以，我骑兵进去了。里面撑着。我里面现在骑兵的话，波兰裔，因为镜中没了。欸、他们破我这边有骑兵哦。啊，我出去了。好了，破口骑兵出来，小心。哦，他们冲出来了。嗯。关林了。对，哎呦！哇，我立马被送出来。为什么破口这边没有人架将军炮啊？啊，我图不是有话要架将军炮吗？被他们那个炮兵打掉了。贴着墙，如果真的被打掉，就贴着墙放啊。完全没人，哎，完
弹啦，我没有将军炮啦。哎、欸，先不要挤进去了，先不要挤进去了。等等备战，备战还没满。你们现在缺人？哎、欸，外面有没有备战？没有，外面没人，一线。哦。等备战。怒马军团是有海底，是不是断线了、啊？没过来，不会动。旁边呢？我这边还需要一队帮忙拆那个，对方盖太快了，错人这边。小米，我断线了哦。哦。哇，他们外面好多人。啊。外面怎么没有人吗？他们冲出来啊！没有人，外面只有我们这些刚被打出来。不要再进了，不要再进了，等下一波吧，等重整，全部重来。不是，现在想撤退的就直接撤吧，直接全部重来好了。跟上！阿奇是在哪一队？在我这队。哇。对，那你是不是要叫他上城墙？不是，是因为破宰边是想要破阵、哦。那阿苏卡你在哪队？你在破口的吗？对啊。哦好，那你的队伍、记得哦，如果推不进去，你本人就要去破阵。哦。嗯哼。OK OK。然后火枪有没有火枪？没有火枪。OK。没火枪。我们家族练火枪的。喂，阵型摆好，阵型摆好，赶紧，楼梯，兵放好，兵可以先放这个木板后面啊。阿奇，去架梯子，去架梯子。嗯，求帮忙把上面的人给打了。盾兵，先把盾兵架过来，然后再架好器械。我知道。碰到你辽东。直接往前面架没关系，不要被他们打到这样。往前面架。这上面那个短弓。救命啊！错人，外面那个房子盖太快了，来不及拆啊。哦，碎，这伤害够，可以。那个，我看有一组火枪兵往侧门前进了。这边有小炮哦，楼梯上的。那个墙上的注意一下哦，我、撤掉了，撤掉了，好。侧面很快就要打掉了。那楼梯，爬楼梯的有没有上去？正门楼梯，赶快爬上去。快点爬啊！不，等着侧门。他们被挡着。侧门上面太多人了。就是一直架，把兵拉上去。不一定要架左边啊，右边也可以爬，两边都要。我靠，没了！跟上！破了，破口破了！走，盾往前，盾往前了！按照刚的说法，8+9那一队的盾就是往右边，右边小心盾，右边来盾，右边帮忙架。对了，这边，准备阵型。韩月先顶了，。楼梯上的，赶快爬上去，然后帮忙挤下来。正面撑破口的先撑一下。楼梯的话，就是兵就是叫着就赶快上去了。好了，小炮打到了。好，兵赶快往前了，兵往前了。我牺牲了。那个有人备战吗？目前里面是满的。我退出来了。备战两个人。我被托人守住了。
最旁边那个。哎，我怎么卡住了？喂！我把辽东加上去，不要！哎，哎，好烦哦！现在才卡住这个游戏。输了。哎，三线三线，你有那个将军炮啊？可以帮我架一下。我炸完了。将军，好嘞。其实我们可以那个建个前线基地。我干嘛？录的呀？你说他前线基地有三个啊，要过来打一下。他们没有备战啊？他们备战没有备战？你是我的。我们没有备战吗？你是我们有一个。他们楼梯有火枪兵。按错了，按错了，抱歉抱歉。对了，窄口压窄口啦，压窄口，压窄口，楼梯上的撑着。小米，你们备战圣衣哦。没事没事，一分钟我还可以点。又死一个了，又死一个了。哟。这个非正式报告是来打我们的。三线的吗？对啊，那个分支报告现在是跑过来了。等一下，兵先不要再送了，兵先不要再送了，集结一下吧，侧门先集结一下，窄口集结一下。我可以，我觉得可以让五个人从那个左边的逻辑上去，然后夹着打好一些。侧门太硬了吧这。没备战了，我们已经还有三十秒，五位十七秒。小米正门写深一点点哦。好。窄口一直进不去啊，窄口跟窄口跟墙上的一直没有配合好啊。左右都是不是有的？我用那个，我用旧炮帮你们开路。打不进去的话。炮就要架，各位，炮就要架。他们已经没有小炮了，然后那个墙上的也没有人了，基本上不会有人去反。然后我们这里又死了一个人，我被追击了。西吧，哎呀，破口骑兵出来。那个有人在门口帮我一下，我开始在轰炸侧门破口右边的那个中士了。等一下，小米你在门口。Q2K 是谁？边路那边追 Q。好呀好呀。外面有没有备战？我们有备战吗？时间过。哦，骑兵冲出去要破口，他们那个弗朗基的冲出去要射你。我觉得可以从这里上。OK， 来几个人来这边喽。好快呀、啊！他们过来好快，真的。OK， 你那边拖了几个阿斯卡？我这边拖了四个人。那破口赶快进了，他们四个人在左边了。破口进，破口进，破口进，进，正面正门打破，正门也进了，一起压。这边压下来，这边赶快吃下来。好好，有人来帮我了。你们可以进去了。我们这边最少还有三个人在这边。没有，你打死他，打死他就可以了。进攻。侧面的这个门有没有来一个帮忙挡着？我去补给的，你站点吧，站点吧。我去，快加酒。哦，那个主城门是一个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新手插的哦。那个 BA 吗？啊 ？BA 那个 BA Queen 的。
啊，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备战啊。外面有备战吗？跟八加九在外面。我被追击啊！等我一下。这左边能，左边能再来一个人不？随便是谁都可以。那捧刚去，捧刚去，捧刚去左边，配那个阿斯卡。来一个武将就可以了，上面就只有一个武将。有没有进中啊？现在还有没有进中？左边 ，tab 左边，过去那边帮阿斯卡。现在进中太少喽，现在场上进中太少哦，一二三四五。探个头又被抓走。破口这边走，没有进中。破口这边来进中。被抓走了。等啊快好了、我这边拖了两队兵，你们那边应该可以进去了吧？破口这边还没集结好哦，赶快赶快，速度拉过来，破口这边挤，往两侧去挤，重心左边，重心左边，进去之后左边进重心，右边一队就好。我们也一起上去，突然小心有人带那个投石车，一起上去抢。直接上去，直接上去。这样，凑轮的要去哪一组？进攻队。你跑错地方。等一下哦。进中还是不够啊？那谁进中？进中两个而已。还没集结完吗？进中两个。不够啊！你们求你们的，真的。我这边拉了三队人哦。那我们正面要进去吗？那个兵出来打架，正面一队盾就好，正面一队盾，其他的往破口了。正面一队盾，其他往破口。破口，破口，下去，破口，下去。撤退。可以进了，可以进了，可以进。破口进，破口进，破口进。正面来支援，正面来支援，正面往前。正面的盾卡着就好，正面一队盾就好。刚刚回家换兵，换兵，然后。配合侧面，走侧面，走侧面。来，侧面应该可以进了吧？往前，往前，盾再往前，盾再往前，进中后面推了。哎呦，怎么一起推？太多了，要分开推啊！好，盾再往前，盾再往前，盾往前，直接推到卑奴脸上，直接推到卑奴脸上。阿奇去破阵，推，正面进来了，正面可以进了。正面的盾可以进来了，这边推进来了。集结作战，准备阵型。窄口右边的要注意一下哦。对面是两个人，正好可以进去，快点。OK， 挤出去，推出去，挤出去。脚器械架好了，器械架好。正门开喽。铁砂架在点上，赶快架。铁砂。铁砂 ，OK， 碎，铁砂，架两个铁砂，麻烦有铁砂的主动架一下，没有的话就是先架，有铁砂，那个 NANOMET 铁砂，只有一个，我靠。小炮有炮兵哦，对面有炮兵。哇，又爆了，又爆了，爆死了！哎呦！刚刚这窄口这边的进中三组全部一起推，我说要轮流推啊，推的话可喊一下，或者是。打个灯之类的。还能倒，几分钟还剩几分钟？重点是剩有什么？还剩什么兵力吧？一二，一组大盾，补人进去吧。你们撤了比较急啊？不是，我觉得人可以带。带骑兵，然后打完正门的话，从左边去，然后绕他们后面，不然的话，他们正门
正面不断的那个兵会来。等一下哦，现在是进中太多，少盾，只有一组盾。侧面哦，两组，侧面两组盾。好，阿奇你换盾吧。阿奇你换盾，你那个炮兵打太久了。集结作战。喂。看一下。哦，那个乱仔又进来了，一号。好，那八加九的辽东，不不，晋中，配合现在场上的那个辽东战神 King 进去之后，你们两个就是直接堵右边，挡着他们，其他人朝正面中央据点去走 ，OK 吗？就这样哦。然后骑兵只要进去之后，骑兵就是去冲，冲中央据点的方向。你好。他们有炮兵哦，门口一组防机哦。怎么样了？搅拌机有没有在地区？你退完，你退完，中甲不要去前面破阵。我们这边没有备战哦，我还有56秒才能进去。我还剩1分钟啊。OK。我说，等。正门的武将太多了哦，我们正门已经集结好了。喂，好，待会你正门的进中，一个往右，一个往左去推。我说进的话，你们就一起压进去。那我讲一下，碰杆，等下你推左，恶魔搅拌机推右边，好，以 tab 为主，可以吗？准备喽，准备喽。九九，我等下进去要带什么兵？這個、打，OK 好，你带你进哦，进哦，进先哦，现在开始进，现在开始进，现在开始进，辽东往右，其他的往左，辽东往右，辽东往右，其他往左，冲啊，旋风冲锋，那个不辣的是谁？等一下哦！来，第一组进中先推，一组修好。好，冲！ OK， 好，正门可以慢慢进来了。好，第二组进中，有没有办法推掉？有没有办法推掉他们 ？OK， 兵往前了，盾往前了，盾往前，中央 cover 了，盾往前，侧门盾往前。然后器械架了，器械架。中欧王那边，不是八加九那边 OK 吗？哦，好，战神这边可以，这边。中央据点一组炮兵哦，小心一点，在右边，在右边。哎，他们这边要马冲了，他们要这边要马冲了，就是那个。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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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 cover 好，有 cover 好。啊，我出去了。有。那个平推完的进中朝一组朝后面去架巨马，这样有办法挡马。正门辽东进来，哎，没了。没有人破阵。呀、yeah, ，不行了啦！集结作战，全员立正。我发现我们推了进去，但是蓄战力不够，还有没有办法互相 cover。待会推进去的进中，朝后面去架巨马，因为我发现他们会去推，他们会去马冲后面，然后其他的。盾就是一直往前去压到中央据点以外的圈圈，就卡在那边，卡那个圆圈圈。别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好笑吧，小米，哎，透露不需要我们的，还让我派几个人回来。好。红心都不打五轮，都在外面追击我们的人。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。我被打掉了，再一次。不赢再打，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。五人吗？勇士们，集合！
正门有炸炮吗？那个正门的人，正门的人，一些人，一个人来这边好不好？来这边去看可不可以去偷他们补给，偷上面的补给。阿奇过去，阿奇过去撤。我也去吧。控杆，然后战神跟那个什么。哦，对，碰杆战神的那个 nanometer， 你们等一下开，两个去左边架梯子，一个去右边架梯子。去吗？知道。那小米，我如果正门口炸差不多，我会直接加旧炮去炸侧门右边。而且右边人来了。楼梯上的，如果你有办法打得赢的话，就打。然后，只要左边大于人大于我们，正面就把它压进去。然后侧面记得注意一下，破口有马。然后武将能不死就不要死。进进进！现在可以进了，现在可以进了。他们两个死掉了，他们有两个死了，然后两个在左边，他们中央这边是少人的，可以往前压，可以往前压了。盾记得架好，盾记得架好。没有一个人在外面哦，杀他杀他！跟我上！来正门压进去，正门正门压进去。跟上！去最后往左还是往右？然后器械架，器械架，压进去加器械，然后朝他们脸上去喷。入口这边的一定要有人架巨马卡着，最好是一组进中。有平推的话就直，他们马冲过来就直接平推。然后他这边有，这边有那个小炮，可以的话。有没有人可以处理一下，或是马马来绕这边他们家的补给这里？死太多了。一直配不好啊。时间不够了。时间不够了，各位。撤退吧。可以撤退了，时间不够了。没什么能阻挡我们。双斧起舞吧，追他们！准备阵型，集结作战，准备阵型。推出来了吗？推吧，对吧？不要，不要再进。警察，我朋友叫起来吗？我没看到。怎样？没有，又不知道有谁进来了，其他人。先大区。他卡到我。先把侧面打掉吧。他刚进来，我不能踢他。好。大学也不行，有一次大学还有进中哎。那楚霸王是来嫖的吧？等一下，那个主霸王我会踢掉，你先用补位，那一样的方式吧。应该没有，刚没有。主霸王不要踢吧。他拿长弓兵呢。哦，我怎么傻眼？他在我这队，主霸王在你这一队。对啊。为什么？刚刚一个人推了。
哦。准备阵型。Nanometer， 你上一下左边的，上左边的梯，你看梯子能不能把一直加一直加。那大学是有队伍的吗？没有了。好，那待会我就踢。看到而已。楚霸王，楚霸王来左边。楚霸王他是大陆人，他没在 DC。我讲，我内麦，内麦跟他讲。对你用内麦。哦，进来了。哎，又把我的炮击碎炸到。因为楚霸王是双刀嘛，他可以。三刀，三刀。没用啊，那个大盾不要过去。他们小炮在这边哦。楚霸王，楚霸王来左边，来左边。他们的小炮在这里，旧炮可以的话反一下。没有，我的旧炮一架出来，他都把我杀了。哇。左边还能来一个人不？不是我。那楚霸王都不鸟你耶，他一直站在后面，我不知道他在干嘛。嗯，踢了吧。楚霸王，楚霸王。伤好低哦。准备阵型。诶，楚霸王可能是间谍啊，他一直在那边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我不知道在干嘛。踢掉了，踢掉了。他们小炮在这哦，这边又有一组小炮。他们器械都架了哦。左边能来一个人不？带兵来过来。王八蛋，真是我炸了。准备阵型，来破口集结了，破口集结喽！啊，楼梯上的有上去吗？没有。好，那爬不上去的就不要再爬了，直接下来。别闪着。九九那边的直接下来，爬不上去就算了，直接下来帮跟着角角镇一起推右侧的补给。右侧。嗯，然后九九左边这边的人就你就一直尝试看可不可以偷补给，偷这个点，就一个人在这里上面死死的盯着。哎 ，Nanometer， 你离开，不要到城墙前面，我那个有扩散器。准备阵型，好，原地集结作战，进喽进喽，进 OK 吗？进，够够够。然后阿俊的炮兵就是朝楼梯这边打，然后另外的人就是往右左边的。OK OK， 你那边炸得到吗？可以啊。楼梯那边呢？楼梯那边。楼梯的话不行，那边太空旷了。我过去大概，我看情况支援。好，我现在可以过来。因为它上面有上面有兵啊。哎，美酸有没有在里面？你听得到的话，侧边右边。哇！我在没了侧边。哎，我在左边放旧炮。这个马尔他是谁？怎么还没有动？这边有一个马尔他是谁？中了，爽了。我们是没有远程听到。你有听到吗？帮我炸个大门，感恩。不是啊，怎么会推不进去呢？他们右边不是比较薄弱吗？不是啊，右边很硬，他们炸大门啊！机械训练把队伍杀掉了。集合，再集合一波。再等一波，再等一波，再等一波。我换冲刺，感谢美酸。来，现在盾 OK 了，盾 OK 了。现在盾可以了，盾可以了。我没进去。窄口的盾已经 OK 了，现在只缺进中。来呀！必须的。什么铁杀？哎呦，挺给人稳。哎，
然后器械架这边可以朝他们，在这边可以朝里面去打，推进去的时候就要去架了，远程的架，带远程兵的去架，或者是维京人去架。哦，带兵上去吧，城墙。我在打城墙啊。集结好了吗？后面的还有两个。我在破阵了，我想说。哎、欸，痛感，你去右边的城墙去骚扰那个火枪，不要让他去影响下面的兵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快准备准备准备进去了，我在炸他们的左边哦。星辰在走了，星辰在走了 ，OK OK OK。我这里拖了伤，对面。进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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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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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同样状况，角角正往右，阿俊往左。然后九九来补这边的那个人，跟着角角阵去往右推，来一起进一起进一起进，左边的盾要动，左边的盾左边的盾，哎哎等我，左边的盾动进去动进去，集合列阵，我拖到左边，停推停推哦，一了，盾就是跟他们互压压到顶，然后就直接进中压上去，就是跟着平推了。然后不要一起平推哦，哇！分开，分开平，分开平。没办法，我一进去就死掉了。我拉了三个人去补给点了。啊、哦，来这边给压，其他人来这边。门破了，门破了！赶快赶快挤进去，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，各位。哎，我拉到最左边的城墙了。右边怎么没有爆啊？兵全都没了，兵全都没了。哇！不是，哎、欸，为什么反而左边这边推进去了啊？右边没有进，没有进。对，右边他们兵都没动啊。我被炸死了。因为左边都只有武将过去了，所以我们右边好像有波浪机跟那个背盾的，压不进去。他左边只有中士啊。所以我们因为我看就是有右边中士，右边是有什么铁砂吗、嗯？好像是勃朗机跟贝顿。啊，交在那边，刚往右的没有两，只有一组盾吗？刚往右的有多少人？有我的中士，我也有啊，正中。然后还应该那时候是三队进去啊，我也过去啊，破口的右手边，怎么？当时我一进去就死掉了。对啊，可能架了炮啊，他们盾后面有铁砂炮啊，也有很多火枪跟哑兵而已。我的队一进去就没了一半，我看到了。然后站好就，然后城墙上面有两个火枪。就是火桶跟那个长弓兵，他一直在慢我们的兵，对吧？所以火枪我们没有人有火枪，这個、部分蛮重要的。我有练，可是我还没点红天雷。亚平，右边三个铁砂啊，看，我有看到了。去有鬼了！反正就是现在就只能打正面了，因为他们器械都已经往右边架了。正面进去，然后督补给。正面进去督补给，然后有马的话换马，然后其他的进中大盾，大盾基本上四组就好，其他就进中轮流推进去，推进去之后让马去挤，马去冲他们正面到补给去，让马去冲到补给，然后进去之后器械就直接架。然后有铁砂的话换铁砂。怎么现在又一个五弦进去了？这个大锤是干嘛？一直进来，我们外面没有补给吗？为什么他都挤得进来啊？他排队进吧，又有一个五蜡了。都在躲，在堵苗啊。我就够难打。外面的都在堵苗。集结作战。外面还有备战吗？没有备战，有吗？我没有，没有。
没有，我也不能踢啊。我剩十秒。好啊。我进去。哎呦，我冷静，我冷静。好，我进来了。哇，他没有办法踢耶，他要二两分钟我才可以踢他。又是那个大雪。对。还有谁啊？五贤 K A T， 好，一楼，一人一个。准备阵型。Stand ready。是。夜雨星辰，你没有兵了吗？你没有兵你就撤退，不要带蓝的。全员列阵。夜雨星辰有在这里吗？集结作战。有吧？有。准备阵型。去换兵，如果没有兵你就撤退。全员列阵，不要带蓝色的。喂，又撤了一个，又撤了一个。OK， 待会就盾往前，然后进中往前去推，帮骑兵开路。开到中央据点，整个站下来，骑兵就往前去冲，然后逃兵先冲，逃兵是波兰，然后再来德梦，大家有，然后其他什么韩月哦也可以，反正就是波兰第一个冲，其他跟着冲，然后我说冲你们再冲。来，兵先放好。逃兵你怎么会往前走？逃兵你干嘛进去？好，非常好。现在扑打缺口了，在外面等，外面等。OK。那怎么长弓啊？两千大盾两个。小枪有小兵上来了，老八加九，他们有那个枪兵想上来，我后面，哇，还好我躲得到。阿北在干嘛？阿北在干嘛？哇，他想要上城墙。好，准备哦，准备喽。嗯，对。哎，我们在城墙上面拉人了。进，盾先进，进中跟着进。进，进中跟。进中，赶快动起来。啊，骑兵准备哦，我说待会冲你们就要冲哦。一组进中，一组进中先平推。盾一直往前压，跟他们的盾贴一起。盾往前压，跟他们的盾贴在一起。往前，推。来了，还有一个。往前啊，往前。进中，越最前面的进中就先推。哦，这个进中。再推后面的进中，再跟着上，他推不倒了，跟着上。来，现在骑兵从破口走，正面推不进去，从破口走。去冲他们的侧面这边。我要数喽。注意哦，正面可不可以进？正面可不可以？他们移动了。正面可不可以进？正面已经死光了，是不是？死光了。门口的死光。啊，有炮兵呢。跟我上！看我后面是不是有放哪把机会？我看刚刚有火焰。有啊，有火焰。还能再组一波吗？真的。没有重视可以。准备阵型。其实八加九在里面呢，火兵已经清了。八加九在侧面，我们你们这，我们集合要快点哦，一定要进去了。可以吗？一定要快哦！我可能至少要再组盾。阿奇，你的进中先往右边放，不要放右。好啦，准备破那个道盾，先破阵，破掉那个重视的阵。现在推进去，推。好，走，推。道盾破阵。
好，我直接用平推把他推进去了。破阵之后，然后再平推，有破到吗？好了，哦，还有，都放进去了，没关系，放进去推，然后那个中士要平推。铁砂炮一堆。